她被誉为中国最美尼姑，曾风靡全国，却在事业鼎盛时选择出家，她就是桑妮。或许许多人并未听过她的名字，但一定看过她出家后的采访视频。在那段视频中，桑妮剃去了头发，没有施粉黛，但仍能看出她的美貌。35岁的她看起来只有20多岁，温柔地述说着自己成为尼姑的缘由。那是在2001年，她凭借《天地有情》入围金钟奖最佳女主角，事业前景光明，却选择放下俗世，过上了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的生活。桑妮的本名并不叫桑妮，她父母给她取名为苏翠玉，对她宠爱有加。桑妮从小就乖巧可爱，容貌出众，是个天生的美人。像大多数女孩一样，桑妮喜欢玩过家家，从小就展现出了演员的天赋。无论演什么角色，小桑妮都表现出色，神态举止都颇为逼真。父母和邻里们常说，这孩子长大了可以当演员。10几岁时，桑妮的容貌更加出众，眉目之间似乎蕴含着大明星的影子。当时林青霞正是风靡一时，邻里们都说桑妮有点像林青霞，不过桑妮自己觉得自己比不上林青霞那样的大美人，但内心里却把林青霞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。桑妮有着成为演员的梦想，她考上了台北戏剧学院，然而高昂的学费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。桑妮虽然有放弃的念头，但父母却鼓励她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父母告诉桑妮，只要她愿意，不用担心费用的问题。桑妮顺利进入戏剧学院，并自己取名为 Sunny。 在大学4年里，桑妮的父母不仅要工作，还经常打零工，只为给桑妮一个不输给别人的生活。而桑妮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，大学期间，漂亮的桑妮经常受到男生的追求，但她都婉言谢绝，把时间用在努力学习和提升演技上。她为了不辜负自己成为一名出色演员的梦想，以及父母多年来为她所付出的努力，桑妮的努力没有白费。毕业后，她被台湾宝岛中影公司录取，进入了演员培训班。在培训班里，都是未来可期的优秀演员。桑妮面临巨大的压力，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。然而事实证明，桑妮的气质、容貌和与生俱来的演艺天赋注定她不是一个平凡的人。1984年，18岁的桑妮主演了自己的首部电视剧《苦心莲》，在剧中扮演成年的苦心莲一角，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引起了业界诸多导演和编剧的注意，对这个年纪不大却演技出众的女孩子赞赏有加。隔年，桑妮出演了她的首部古装剧《笑傲江湖》，饰演夷陵。尽管这部剧的收视率很高，但大多数观众都是冲着刘雪华去的，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桑妮。然而桑妮在几年间演过不少戏，一直在不断地塑造新的角色，虽然大多是配角，但他从未因为角色地位不重要就敷衍了事。可是他一直没有大火，直到1990年，桑妮得到了一个和当时最火的男明星郑少秋合作的机会。两人合作主演了古装剧《刺客列传》，有郑少秋坐镇，收视率自然是不低的。桑妮也因为出色的演技和不凡的容貌，得到了观众和业内导演的认可。凭借《刺客列传》带来的热度，桑妮开始接到不断的戏约，而与她搭戏的演员的咖位也越来越高。桑妮终于火了，从此桑妮片约不断，开始与一众一线演员合作。她不仅在台湾发展，还开始涉足香港影视圈。1991年，桑妮与黎明、周慧敏合作主演电影《Yes 一族》，桑妮饰演的阿猫一角提名了金像奖最佳新人奖。片中的阿猫青春洋溢，满怀活力，完全不输给当时的清纯玉女掌门人周慧敏。后来她受知名导演杜琪峰的邀请，与梁朝伟合作出演了电影《踢到宝》。1994年，她与贾静雯、
邱心志一起出演了《红梅阁》，贾静雯在片中饰演她的丫鬟。随着知名度水涨船高，桑妮却感觉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了。她喜欢简单的生活，专心拍戏，然后回归自己的生活。然而在演艺圈，有些事情显然不像上班族那样简单，因为你需要维持平衡各方面的关系。公司看到了她的其他价值，开始强迫她去应酬、陪酒。酒桌上，桑妮被资本大佬占便宜，但迫于压力不得不忍受。有些人甚至明示她，如果愿意陪她一晚，就给她想要的角色。不少演员为了前途委身大佬，但桑妮却一直坚持自己的底线，绝不接受潜规则。然而后果却是她得罪了资本，戏约也越来越少。桑妮对于这个肮脏的圈子感到失望，在她心中演戏应该是纯粹的，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却破坏了这份纯粹。1999年，桑妮拍完《绝代双骄》后离开香港，去了日本发展。她原以为日本的影视圈已经发展完善，不会出现潜规则的问题。然而现实却是日本的潜规则更加猖獗。桑妮想要离开，但付不起高昂的毁约费，只好留下。在日本的2年里，桑妮靠着佛法度过了许多黑暗的时刻。2001年3月，身着袈裟的她突然宣布自己已在中台禅寺出家，这不是在演戏，也不是炒作，而是在佛门当了几个月居士之后，才正式拜维觉老和尚为师，削发为尼，取名建优法师。这一消息震惊了娱乐圈，他的决定让粉丝和观众们震惊不已。在出家的那一年，他凭借之前主演的电视剧《天地有情》入围了金钟奖最佳女主角的候选名单，因此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如此辉煌的时候出家。一名记者前往寺庙采访他，令人惊讶的是他看起来状况良好，虽然长发被剪掉了，但脸蛋仍然美丽而精致。实际上即使现在看来，他的颜值也能站到女演员的第一梯队，因此许多人都觉得这样的演员出家有点可惜。但对他来说，想出家并不是一时的决定，只是现在机缘到了而已。出家一年后，他回家探亲，却发现本应该退休享清福的父亲竟然还在上班。原来自己不在演员后，家里的境况每日愈下。为了让女儿心安，父亲默默外出务工，维持日常开销。得知年事已高的父母经济拮据，他心中感到十分不是滋味，开始反思自己是否太自私了。所有的一切都促使他重新思考，如果没有尽孝道，那么无论如何剃度修行都是徒劳；但如果尽孝道，那么自己就无法出家修行。他回到寺庙请教大师父，师父给了他一个建议，要想修成正果，必须回家尽孝道，因为四重恩中的第一重便是父母的恩。听到这里，他顿悟，决定脱下袈裟重返红尘。于是出家2年后，他宣布重返娱乐圈，陆续演出《倩女幽魂》《天地有情》等影视剧。不过因为娱乐圈更新换代和年龄的增长，就算只离开了一年，但曾经属于他的辉煌大多都已经不在了。他已经演不了清纯少女，只能演妈妈型的角色。还好因为之前的名气，依旧有不少影视公司来找他签约出演电视剧。在《倩女幽魂》中饰演的莫野，虽然出场不过短短几集，但还是让人记忆深刻，也让他的热度回温了不少。不过虽然不在佛门中，但他还是保持着吃素读经的习惯，工作上也不愿接有大尺度场景的戏，实在避不过就请导演换替身。后面的几年里，他虽然算不上高产演员，但每年都会有固定的电视剧输出，以此来维持收入。并且在2006年，他还凭借了电视剧《窗外有蓝天》再一次提名金钟奖最佳女主角。可见即便退出过一段时间，他的演技还是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但对于桑妮而言，
如今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。五年后，结束了《牵手》的拍摄，他再一次离开了喧嚣的娱乐圈。其实，他的离开应该是早有预谋的。当初在正当红时毅然决然剃度出家，便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坚定。对他来说，付出娱乐圈并非追逐名利，并不是为了能挣多少钱，而是想给父母一个安定的晚年生活。八年付出足够对父母尽孝。在连续演出多档大爱电视台剧集后，他近年又逐渐淡出，过着低调生活，已经鲜少公开露脸。出事便是入世，入世也是出事，出家的安宁和入世尽孝道都是一场别样的风景，一场独特的修行。只要爱得热烈，活到极致，这样的人生又何必一定要分活在哪里。只要跟随着自己的心，哪怕是交错梦幻，哪怕是风雨翻腾，能最终得到圆满的结果，也是一种灿烂。